加勒太书第三章六节到十四节，正亲像阿伯勒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作伊的义，所以恁着知影，迄个用信为本的人，就是阿伯勒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有先看明上帝要予外邦人因信称义。就早已经传福音予阿伯勒罕，讲万国拢得克，因为你得福。可见迄个用信为本的人，甲有信心的阿伯勒罕一同得福。凡啊用行律法为本的，拢是受咒诅的，因为经典记着，凡啊无常常照律法书顶所记一切的代志去行的，就受咒诅。无一个人靠着律法伫上帝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。因为经典讲，义人得靠因信得活命。律法原无本乎信，只讲行即跩代志的，就得靠因，因为安尼活着。基督既然为咱受了咒诅，就赎出阮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典记着，凡啊挂伫叉头顶，拢是受咒诅的。这就乎阿伯勒罕的福，因为基督耶稣通临到外邦人，乎咱因信得着所应允的圣灵。Thank you.
阮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救阮是因着信，而且毋是出自行为，无人会通达到你完美的标准。难莫怪对真侪人来讲，你救阮的计也简单，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，就亲像你接着先知以赛亚所讲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阮非常感谢你，会通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，毋免靠着功劳，只凭着基督的公义。再者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为人，激励阮凭信心生活，完全顺服你。阮搁较要亲像阿伯勒罕甲挪亚的顺服，当你指示阿伯勒罕离开伯基，指示挪亚建方舟，伊毫无张图，因就是顺服君帝。上帝啊，赐阮信心，按照你的心愿生活，到你所指示的所在去。当阮今仔日想起基督伫十字架顶所做所为的，阮搁一摆求你赦免，赦免阮真侪摆犯了所犯的罪，使阮顺服的心，甲克胜罪恶的力量，帮助阮每一摆来到圣餐桌前，纪念这是主耶稣基督付出宝贵的代价，正是因为基督的牺牲，阮才会通坦然来到你面前，阮永远心存感激。祈祷是奉靠阮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我比你不知一切方。
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今天早起我们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信心。信心，信心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今天我们要来看信仰、信心跟生活。其实信心是让人经常误会的一个东西。到底信心是什么呢？有人对信心有一种奇怪的一种想法，认为信心是一种正面的思想，就是 positive thinking， 我们就有积极的想法。当我们信心真正会来相信的时候，它就在那里有法通实现。有人认为信心呢，它是干哪？它是盼望做得好的东西有法通发生，所以希望讲代志有法通真紧在问题的隆重无去。其实信心唔是一款乐观的感觉，定定，即跩拢唔是信心，但是真侪人却认为信心就是安尼。所以，咱要上合咱圣经来看，到底信心是啥物？啥物是叫做信呢？啥物是叫做信？其实，咱每一个人对每时刻拢咧应用咱的信心。当你伫厝内，当你看到一块椅的时阵，你要坐落去，你嘛要有信心，讲迄块椅有法通坐你你坐落去的时阵，椅袂破去，有法通在你的当中。当你伫外面咧行路的时阵，你过马路有红绿灯，那相信讲那红灯的时阵，车就按下会停。所以你有法当真安全的过去。咱对人生活，咱需要信心，也是咱讲咱需要信心灵。伊所讲的物件，咱相信；伊所要做，伊有法通安下去做。这个就是信心的应用。当然，在咱的信仰顶面，各个面讲需要信心。但是你知无？伫世界啊，全世界里面，有信仰对象的宗教有4300种，实在是真多。当然，这也阁无包括我无神论，还是讲说我无信半项，我哪有信我家己？还是有个人讲，伊信一个学说，伊信一个主义。但是，这跩人因为所谓的信仰的时阵，需要信心。但是，咱要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这款的信心，甲咱圣经所讲，还是信徒所有的信心，有啥物无相像呢？圣经新约当中，那提到信心这个字，还是甲有关系的字，就是相信，出现了超过600次啊。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，相信还是信，已经出现了24次。所以当咱来看《希伯来书》11章的时阵，伊就是来记载一批有信心的伟人。因的共同一点就是什么？因对上帝有迄款的信心。所以伫第二章第二节讲，个人伫这个信的顶面得了美好的坚固啊，美好的坚固，我通翻译做什么？美好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呢，是因为这个人伊有无种的这个信念，然后伊付上代价，伊去经历到这个真理的时阵，而产生的迄款的效果。所以伫第11章所记载的跩信心的伟人，因为因对上帝有迄款的信念，因相信上帝甲因的话，虽然因付上代价，因却体会到上帝的信实可靠，所以就为咱留落美好的见证，俾予咱以后的信徒拢知影，咱对上帝一贯的信心、一贯的信念，咱所付出去的是确实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并且要激励咱，有法通将咱的信心，有法通实践，有法通表现伫咱日常的生活顶面。所以今仔日咱要对两大点按下来看。第一，信心在信仰顶面的重要，信心在咱信仰顶面的重要。怎样重要呢？第一，咱看到
圣经讲，人若无信，就会为得上帝的喜悦。原来伫上帝的眼光来看，信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是第十一章第六节安尼讲，人若无信，就会为得上帝的喜悦。因为到上帝面头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上帝，而且信伊相属迄个祈求伊的人。当一个人对主无迄款信心的时阵，伊要怎啊得着得救呢？伊要怎啊蒙得救呢？伊若无信心的时阵，伊祈祷的时阵，要怎会蒙谁听呢？但是当咱愿意来相信这位上帝，咱就是咧干呐？尊敬上帝，咱是以主为荣，咱是尊主最大。圣经继续讲，因为到上帝面头前的人，必须个呐，信有上帝。啊，伫原文啊，必须信有上帝，就是讲必须信伊是啊，他是啊，到底伊是啥物呢？啊，伊是啥物呢？咱来记得啦，伫古约啊出埃及记的时阵，摩西伫旷野，上帝伫欺骗当中向伊显现，伊就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叫做什么名？啊，上帝就讲什么？伊讲我就是自由应有的上帝啊 ，I am who I am。意思什么？我就是我。所以这个我是啊 ，I am 我是啊，真多。上帝的这个名，所以在新约的时阵，咱看到主耶稣基督一在世的时阵，特别在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伊几落摆宣称讲我是。当伊讲我是的时阵，在犹太人的领袖，因就推出后边来拍耶稣，因为讲耶稣你是讲占蒙的话，你是人，你怎啊讲你是？你怎啊讲你就是上帝呢？因为我是啊，就是上帝的称呼。第十一章第六节，咱看到讲啊，你必须相信伊是啊。啊，咱得记得啊，当上帝还是耶稣家己讲的时阵，啊，伊这个是第一人称，所以是讲我是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伊是以第三人称安遐来称呼的时阵，伊就讲上帝伊是。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伊就是上帝，咱就相信伊就是上帝，伊就是唯一的上帝，而且相信那个祈求伊的人。所以咱对这位上帝，咱就有一款啊的信念，相信讲什么？伊有法，因为伊是全能的上帝；相信伊肯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顶面，信是真重要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的信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信若不是基于上帝和祂的话，就没有价值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信本身真重要，但是更加重要就是你信心建立在谁的心中。所以圣经所谓的信，就是应该是建立在上帝伊甲伊的属性甲伊的话语顶面。换一句话讲，信重要，但是信的对象，还是讲咱信着的对象，比信心本身更加重要。一款的信才有路用，一款的信才有价值。我给你这个譬如，你就有法通明白。最近咱啊疫情的时阵啊，真侪人感染着，所以但是咱看到有一款的药叫做莲花，莲花的药啊真应效，真侪人吃的时阵得到帮助，因为有应效，所以伫街面顶咱有法通买真侪，但是也有真侪假的。我捌看到有一个啊视频啊。啊，就讲啊，到我说你要买，做完年会的时阵，那就小心，唔通买着假，因为有真侪假的，安遐啊咧买。如果你买着假的时阵，但是你有迄款的信心，
你真真相信讲，无一个连位在世会好我好起来。但是你食这个假药，请问你会好无？食了无拄拄袂好，唔然呢袂好，欠债对你的身躯有害。虽然你真相信，你完全的相信，你百分百会投你讲我相信，但是信心的诚意无法通改变，这是假的药的一个事实。所以信心的对象比信心更重要，信对的信心的对象更加是免不了的。人感谢主，因为圣经跟人说，咱所相信的对象是一位上帝，他是大权柄的上帝，满有慈爱的上帝，是百分百难通可靠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他就跟人说信到底是什么。他说信就是所愿望的事情的实底，是没看起的事情的确据。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一款的把握，有必然成就的确定。虽然未得到，却亲像已经得到，这就是信。这亲像什么呢？亲像地块，哈，亲像地块。虽然是在地的远远的所在，但是当你手中拿到这个地块的时阵，这个就等于干啦，你已经有迄个地块是属于你啊。所以讲，未看到的代志会较久呢，因为安尼信心就吃了咱未会看去的代志，会正确来肯定这件代志是事实的。虽然咱未看到，却亲像已经看到。变为相信，所以咱对上帝的信心，其实唔是一种的什么啊？五万点点，哎，我五万干呐，啊，我五万干呐。咱话呐，会讲啥呐？会干呐？啥呐？会干？唔是，这款的信心，圣经所好，咱的信心啊，唔是用一滴黑暗中安尼跳落去 ，a leap in the dark， 唔是这款盲目的相信，乃是确实。有根据的相信。我记得在85年，1985年的年底的时阵，在台湾就出版了一首歌，这个是时代的歌曲，叫做《明天会更好》。你们不知道你有听到吗？真好听，它的调真好听，它的字也是真水啊，真水啊。它后面一句说什么？它说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，咱就来期待明仔日会更好。所以真侪人底下咧唱的时阵，真是对未来有一款的盼望，我信心讲明仔会更好。但是经过几落年，两三年了后，有人就开始来问，讲明仔日会更好，但是这个是明仔日啊，到底会是天还是未？到底这是根据什么讲明仔日会较好？是不是根据科技的发达？是不是根据讲人的心会改变？是不是根据讲咱的政府有法通让咱过一个更加好的明仔日？还是对家己有迄款的自信？无什么根据，所以那无什么根据的时阵，这是叫做什么？咱希望是安尼，但是圣经的信。却不是盲目的相信，伊不是迷信，因为是根据上帝甲伊的属性以及伊的话语顶面。亲像阿伯拉罕，伊伫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圣经讲，阿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以安尼做伊的义。你若看十五章第一节的时阵，第二节，咱看到上帝甲阿伯拉罕出去，去看天顶的星。讲你的血下要亲像青花那多，迄个时阵阿伯拉罕几个囡仔无半个，但是当上帝开讲你后摆你将来你的血下要亲像天顶的青花那多，圣经讲阿伯拉罕伊就信耶和华，
耶和华就以安尼做伊个义。伊相信的意思是咩？伊相信上帝，相信上帝所讲的话。所以你看，信心伊是根据上帝的话，唔是自己所爱、自己所想出来。所以信心伫信仰顶面实在是真重要。那么，咱有信心，咱就信对的这个对象。但是，咱当咱对上帝有一款信心的时阵，这个唔是一款孤单的头壳顶面的知识念念，一款的信，信会产生生命的迄款的体验。咱伫生命当中，咱会体验到信心的实在、的实际。所以，因为安尼，咱应该啊，咱的信心应该伫生活中按下来落实。咱的信仰甲咱的生活无法通脱节的，因两个是咩？息息相关，两个是真合的。这也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甲咱讲的物件。第十一章提到十六位啊，有名的古约人物，加上一个无提名的。即些人对上帝的信心，表现伫因的生活各层面的顶面。可能看到哦，原来因的信仰甲因的生活是做一个，因的生活有信仰化起来，然后借着因的生活来证实了是专一信靠上帝是达得的，专一相信上帝是达得的。所以抓落去，咱要来看几方面，因的信心怎样在他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呢？第一，在第四节，我们看到阿伯他的限制，他就表现在他的敬拜顶面，表现在他跟上帝的关系顶面，他的信心就按下来表现出来。第四节跟人说，阿伯因着信，就献上给上帝，他比该隐所献的更加美，因为这样就得了称义。轻易的坚定。那么看到创世纪第四章，记载讲阿伯伊是一个割羊的人，所以伊就摕羊群头生的羊、甲羊的甲脂油，安遐献上给上帝。该隐呢，因为伊是做产人，所以就摕地内面的出产做供物献给耶和华。结果怎啊呢？圣经讲，耶和华看中了阿伯甲伊的供物，只是看无中该隐甲伊的供物。敢若上帝那无接纳该隐的供物，敢若上帝那接纳阿伯的供物呢？并不是讲上帝啊，伊个爱什么？爱蓝雀，爱牛排，爱牛排，伊无爱素菜素。其实，咱若看到啊，利未记的时阵，咱看到上帝的限制，也有用羊、用牛，也有用啊，所采收的按下来奉献给上帝。关键是咩？关键是因着信，也关键是因着信。我像圣经所讲一句话真重要，伊讲耶和华看中了阿伯甲伊的光明，只是伊。只是看无中该隐甲伊的供物，咱看到上帝一心看到一个人，一心看中一个人，然后再看中伊的怜悯，伊的叫做赦免，所以一心接接接纳这个人，然后伊接纳伊所限制。所以咱看到一个真重要的一点。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就头先创立和谐。因为人若和谐的时阵，上帝就会接纳咱所奉献的。咱看到人比这米更加重要。人着心干呐，甲不上帝和谐，然后咱的敬拜上帝才会接纳。我唔知你甲上帝的关系。到底怎样？你跟上帝是不是好好了呢？咱人活在世上，咱有罪，
咱的罪，因为咱的罪，咱得罪了上帝，咱甲伊为仇，咱甲伊是敌人呢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，就为咱死的十字架钉，为咱流宝血，做咱的赎罪祭。和咱的罪，因为伊所流的宝血，有法能得到赦免，和咱有法能甲上帝和好。等下咱上甲上帝和好的时阵，咱的关系是啥物啊？别惊的关系，咱正做上帝的子弟，安尼咱就有法通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，咱就有法通照着伊所规定的啊来亲近伊，来敬拜伊，来奉献乎伊。现在我唔知你甲上帝的关系到底怎样，欠债也阁未甲上帝好好，我赶紧来到主的面头前，伊要乎你。甲上帝和好，咁所以你讲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是上帝的子弟。但是你坐伫啊，你的家庭中底下咧敬拜的时阵，你有信心，用信心来敬拜，你用心灵、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。你是不是相信？我说，当你坐伫遐的时阵，虽然你无法通实体来到礼拜堂，但是当你咧看。在网顶敬拜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相信上帝就在你边头，上帝就跟你三合地点，咱的信心，咱有信的时候，上帝才会悦纳。第二方面，在行为顶面，所以我们看到伊洛，伊洛跟上帝同行，就表现在你的道德行为顶面，伊的信心表明出来。第五节圣经跟人讲，伊若因着信，是受旨意，无低于见着死，人也找无着伊，因为上帝已经将伊旨意了，只是伊受旨意投生，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伊的名字。所以在第五节，这是伊若的一个见证，伊就是行为顶面显出伊对上帝的信心，因为伊甲上帝。所以他的为人，他的道德方面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按下来活。当圣经讲他跟上帝同行的时候，我相信应该包括是什么，他也是跟上帝同心，因为在古约亚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什么，两个人如果没同心，怎会同行？所以伊若用信心甲上帝同行，伊毋是行几个日定定，毋是行几年、几十年。圣经讲伊甲上帝同行了什么呀？300年，哇！这个实在是无简单。要甲上帝同行300年，无简单。所以伫第一章第五节讲什么啊？啊，圣经讲伊受旨意以前，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伊的名字。因为伊的为人，伊的道德标准符合上帝的标准。请问你信主了后，你的道德标准是什么？你信主了后，你有安的这方面有改变无？有符合上帝所爱咱活出的方式来无？咱两主席。活在菲律宾的这个社会，菲律宾的社会，咱有法能讲什么？要怎样来形容呢？啊，真简单，咱讲，这个是这个什么 ？L 的社会，好 ，L 啊，就是 L 礼物。什么是 L 礼物？哦，有三个 L 真重要啊！头一个啊是露宿啊，露宿，看有法能找什么？咱做代志的时阵，有时阵，哎呀，咱爱方便。所以咱就赶紧看，咪看有法通啊，怎啊争来争去无？啊，那有法通嫁哦，啊，就真好。啊，那找袂嫁的时阵，去掠去就啊，啊，简单带，咱就摕咱的钱摕出来，咱就干哪，乐开啊，咱就回流，啊是咱就个行一个啊，咱欠的物件，啊是应该就发的物件。如果咱乐开袂嫁的时阵，第三个 L 是啥物啊？啊，咱就赶紧去找对路的人。叫做拉杆，啊，这个是咱菲律宾的社会。
我唔知你最基督徒你是唔是伫你嘅位顶，伫你嘅道德顶面，我唔知是安尼无。做学生啊嘅时阵，最第大嘅引诱是虾米啊？作弊啊，偷看。啊，现在就是学生佮伫网顶，安尼来学习。我本问一位先生，我先生啊，你若学生考袂上啊？你比较知影讲说，伊坐伫伊个电脑面头前个时阵，伊看是看的，但是伊边头那掀伊个册来看，你比较知影，伊讲伊唔知影。咱做爸母个，啊，当囡仔咧看个时阵，咱是不是爱讲说，哎呀，伊有伊个学业有法能优秀，所以讲呐，助他一臂之力，好，咱就助伊一臂之力，帮衬伊。上班现做事情，做人 work from home 伫厝内咧做工，是毋是底下来拔草呢？做生意人，咱知影有真侪无道德嘅生意人，啊，咱像怎么讲伊嘅莲花，因假，伊无管别人嘅死活，所以伫咱嘅道德顶面，咱有用信心无？第三方面，咱看到即些信心嘅为人伫因嘅工作顶面。将因的信心用入入去，所以因的信心表现在因的事业顶面，在因的职场顶面。第七则就是拿阿伊做方舟，当然拿阿做方舟，这是伊的见证。上帝吩咐伊该讲，你要做一只方舟，这是变做伊一生的工作。伊用120年来建造一只方舟。虽然伊伫建筑的中间，伊拄到一家人会笑伊，讲你到底是咧创啥？天气反好，你讲说有要中水。然后伊家己检查，伊也是捌问一个问题，讲上帝若要欠，若要我做一只方舟，应该伫海咧边头，还是海墘做嘛较有可能？伫山顶做要创啥？虽然有种种的困难，伊犹原无灰心，为主来做，因为伊知影这是上帝托付伊的工作来做，所以用120年按下来做一只方舟，甚至伫咧做的时阵，伊也用120年来传道。看啊，因为伊知影这是上帝爱伊做，当我靠伊的信心欢迎来做。观念会大，以为主而做。啊，咱咧，咱的工作，咱是为着主来做呢，还是为着家己追求家己的一个梦想，爱生活较舒服呢？你有注意到无？那啊，伊做方舟的时阵，伊咧做方舟，这个唔是伊的主业，这个做工作是伊的副业，伊的主业是啥物啊？伊是最属上帝的人，是相信上帝。我记得你啊，读大学的时阵，参加青年团契，讲完捌安尼讲，因为你会记得，你现在是做学生，但是学生唔是你的主业，主要咧做嘅代志。你最最主要你是基督徒，但是你伫现今的时阵，你是做一个学生。伊讲将来你毕业了后的时阵，你无法再做学生，你完全是做基督徒。干脆你去做医生，你主业是基督徒。读读好，超读堪，你是做医生，你是做先生，你是做生理人，你是做家庭主妇等等。所以，咱应该就将上帝荷兰的一份的工作，一份是伊所引出的，引出咱去做，把伊当作咱服侍。这个工厂，那要在其中完成主所托付你我的工作，所以在工作顶面表现信心。第四方面，在八节到第十二节里面，咱看到阿伯拉罕伊的一生，伊在生活顶面，在人生的道路顶面，表现出伊相信上帝。在第八节，阿伯拉罕圣经跟咱讲什么？阿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阵就遵着命令出去。嗯，将来要得为业的所在去，出去的时阵也阁唔知影要往倒落去。所以上帝
呼召阿伯入行，佮讲我一生我要应你，我要予你真侪别人的祝福，我要将你带到迦南地去。其实迄个时阵，伊无爱讲迦南地，因为伊出去的时阵啊，伊也唔知影要去倒了。有时阵，咱认为讲啊，只有牧师传道才有主的呼召。其实，咱每一位基督徒，咱是蒙上帝呼召，真侪上帝的儿女，真侪天国的子民，真侪上帝的仆人。为着干哪？咱是为着主来活。上帝对你、对我、对咱每一个人的带领，无钱啊，无啥上。但是最终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完成主的使命，扩展上帝国度，荣耀上帝。当阿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阵，伊要进到迦南地，伊这个是对这个真繁华，就是真啊，叫做真啊好的这个城市，真闹热的城市。到啊到迦南地，这个是一个落脚的所在。但是上帝讲，我要你去遐，因为我要予你真多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忘掉的时阵，伊就出去。虽然伊唔知影要去倒啦，但是有信心。趟来行，你是不是有信心，愿意来顺服你，顺服主来带领你，无论伫你的事业，伫你徛的所在，伫你一生当中，看清楚上帝怎啊带领，用信心来立条，用信心按下来回应你，这是伊一生将上帝的信心带出来。按第十三节到十六节。伊就予咱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。伊讲，即跩人拢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无得到所应允的，乃是对远远远远的所在来看去，而且欢喜来领之。个承认家己是咩？伫世上是客哩，是假徛的。讲起温柔话的人，是表明家己呢，要找一个家乡。因啊想念所离开的家乡。因也够倒去的机会，但是因却安呐，羡慕一个更加水的家乡，就是天顶的，就是伫天顶的。所以上帝受称作因的上帝，并无以为见笑，因为伊已经予因预备了一座城。咱看看第十一章所有的信心的跩伟人。因用信心的眼光来知影，因的世界不过是客旅点点，天顶才是因永远的家。知影讲上帝为因所备办的，将来因会得到，是好得无比的。所以，因一生中用信心安下来行，真趣味的一项代志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咱看到阿伯因着信。伊死，暂时过来讲话。伊落因着信，无记着死。然后咱看到啊，伫刷落去，咱也看到讲一家人因为信，因得着拯救。咱同款也看到一家人因为信，伊毋然也无得着拯救，受极大的苦难，甚至安遐有死亡。所以伫遮咱看到啊，同款一个信心。有死，有活，有望拯救，有安尼啊，受痛苦，甚至牺牲因家己。迄只好让人看到一项，原来信心啊，唔是一款的简单。讲我有信心，我逐项拢好势咯。这是最近啊，即二三十年来，有一家牧师团多底下咧讲的，叫做信公的信学。伊讲，只要你相信。上帝就要祝福你，只要你相信，上帝就要完全医治你。只要你相信，你逐项拢袂，你都会成功，袂失败。但是圣经却唔是安尼讲，信心唔是简单，有时阵会起，有时阵会落。但是何人看到一项，无论咱拄到什么，咱用信心的时阵，咱有法通经历到上帝的信心，咱有法通经历到上帝，意思。值得咱辛苦的上帝，甚至咱有法通真做别人的见证。所以当咱看一跩信心伟人的时阵，虽然真侪物件因看袂到，
但是因信心的目睭，互因看到清楚，所以一生抓着上帝加信心的生活，得到上帝祝福，啊，真多你我的朋友。对咱来讲，咱要怎啊？在咱的一生中，用信心来证明上帝呢？你怎啊？在你敬拜顶面，在你的道德行为顶面，在你的工作事业顶面，在人生的道路顶面，活出信心来呢？一方面敬拜上帝，一方面做人的帮助。愿主施恩帮助咱，和咱三个来奔跑头面前的这个道路。虽然会遇到困难，但是咱的信，咱的上帝是值得咱辛苦的，伊一定带咱到底。咱阿头三个来祈祷。天父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伫十希伯来书十一章，你宏看到信的重要。你讲我人若无信，就袂会得上帝的喜悦。但是这个信更加重要，唔是阮信心的一贯的态度，是阮信心的对象，阮就信着，阮就相信你就是迄位上帝。主啊，我阮的信心有法通坚固，坚固伫你的身上，坚固伫你话语顶面。主啊，你也是加持阮，阮的信心有法通表现。在我们的敬拜顶面，在我们的工作顶面，在我们的行为顶面，在我们人生所遇到的每一项顶面，因为你跟我说你不会放弃我，你不会离弃我，我就使我帮助我抓着你信心的目睭，来来看到你的手。我们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Thank you.
主人兄弟，咱所有比的饼甲杯，咱该摆伫咱的面头前，然后要领受饼甲杯时阵，请咱来思想一首歌，耶稣身躯替咱钉死。主人兄弟，咱三甲来阿头祈祷。天父恩主，阮感谢俄罗斯。虽然阮伫肉体上无法通杀毒，但是伫网顶，互阮阁有一机会，通来纪念主你的饼甲杯。愿主你将阮所有比的饼甲杯，求你伫遐分别做圣，祝福即跩饼甲杯。通乎阮每一摆啉的时阵，也是食的时阵，有法通带着感恩的心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伫2000年前为阮放舍的身躯。祝阮今仔日也承认，祝阮也会得罪着你，得罪着人。若有啥物罪，无论大无论小，祝你即时用主耶稣的宝血来。洁净阮，洗清阮一切罪，通乎阮带着一个心，手洁心清来到主你面前，通来有比领受你的饼甲杯，感谢你，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主内兄弟，咱这是将咱的有比的饼啊提起来。圣经安尼讲，主耶稣受卖迄一暝，摕起饼来，祝谢了一擘开，讲：“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放舍的，恁着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咱同心领受。所以来，咱请咱摕。起咱的杯，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摕起杯来讲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恁每摆啉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咱同心领受。咱三甲基督，天父恩主，你的话常常提醒阮。阮每一摆
吃一个饼，饮一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一直等到主过来。天父啊，阮感谢你，凡啊相信耶稣基督所受的苦、所受的死，第三日复活，会通得到称义。凡啊追求圣洁生命的，才着你的慈爱恩惠，会通得成圣。凡啊吞忍仰望阮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，会通伫将来得荣耀的身躯，这是你所对阮的应允，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来撒格念许多心经，我信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伊独生的子，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伊对圣神的权能投胎，对童贞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列多林内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，然后升天，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，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龙族的圣徒合作一个圣会，龙族有相通，得到赦免罪过，得到身躯对死骨起来，得到永远活，心正所愿。感谢阿罗上帝，咱的教会的真在座，在2021年10月20日。甲菲律宾国际灾难响应的网络合作，继续祝福有需要的兄弟姊妹。一摆，咱有法通伫六恩永信来分享伊的一个物品，予525个家庭，其中包括有树、有毯啊，啊有维他命啊，甲一个杯吼，纸杯一个碗来送予因。是的，就亲像圣经所讲的，咱听，因为上帝先听咱。亲爱的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的大家庭，当使徒保罗甲早期教会领袖相拄的时阵，就叫伊往外放去，安尼啊传福音，啊，相款要求伊着纪念送香的人。这个人讲伫早期教会当中。也阁是有一个送香的人在场，咱感谢主，也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大家庭慷慨，会按遐来动情帮衬教会有需要的兄弟姊妹。伫疫情封城之前，咱伫每个月的第一主日，咱总是分发慈善基金的信封，是要来提醒咱。要纪念送香有需要的人。虽然在疫情当中，咱无法通实体会来敬拜，但是咱的慈善基金并无因为安尼减少，反倒当增加。因为恁对有需要的人，或者患病的人、送香的人，拢伫遐咧照顾。我一摆感谢恁，愿主加倍的祝福。您的慷慨，咱来三个阿头领受祝福。愿耶和华赐福予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，赐恩予你；愿耶和华向你仰面，赐你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，阿门。